我们先用最无脑的小粉，看能不能赢下一把。那就没关系，我们就先打这比较讨人厌的消音管。哎，就一直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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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拉。哎呦，一发爆剑过去 ，nice！ 我啊啊啊！我走走走走走，啊啊！这这啊啊！好了，我们玩个小粉，最无脑的小粉，第一局先热身一下。赶快赶快赶快进去，我调一下键位。不然不用玩了，好啦，随便啦，随便。等一下，这不能随便，当然是这一个啊。我还是会习惯空白键跳。哎，这不给我喷一下怎样？我先进范围，早用早 CD， 标记键先用。这开始跳射，跳射，跳射，最无脑的角色就是他，对，超级无脑角。有技能就放，有技能就射。哎哎哎哎哎，嘿嘿，好快乐啊！但小粉好快乐啊。嗯，暴击攻速，那好像是没有悬念了。哎，这个好像也不错，但是这个比较好。我们先用最无脑的小粉，看能不能赢下一把。这个就是一直点啊，近范围就会自动追踪了。哎哎哎，开起来，开始拉扯，两个近战，我们就是主打一个拉扯，边拉边射，边拉边射，边拉边射，救我啊，保护我啊，鬼尾，哎呦，拉扯拉扯拉扯，呜呼呜呼呜，好快乐，呜呼呜呼呜呼，射一个那个，呜，摸不到摸不到，喂喂喂，开个大，开个大，追踪箭过去，继续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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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非常快乐的小粉，嘿嘿嘿嘿嘿，呜呼！我甚至连敌人在哪都不用看，哎，就一直按就好了，好好玩。上次就应该要玩这个啊，你们怎么会叫我玩小蓝呢？被击败强化伙伴啊，不用了，我不会被击败，我一直拉扯。生命值低的造成坏伤害，这个好像可以收割一下。我们组这个标记键好了啦，因为这招比较无脑啊，范围内就自动追踪过去了啊，这个还要瞄准。我们主打一个无脑流，然后鬼尾就是我的保镖。先射这个小粉，先射这个小蓝，射这个小蓝，小蓝连在他脸上射，他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换小粉，小蓝死了，换小粉，标记键过去。哇，不要摔了，没有关系，快快快快快快，速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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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强化下次普攻可以，先随便射一发啦，有没有中都无所谓。先射小蓝，给小蓝死。他要撞我，哎呀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可是我们会攻击近的目标，哎，就没有办法先打小蓝。那就没关系，我们就先打这比较讨人厌的消音管，哎，就一直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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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一发爆剑过去 ，nice！ 哦，目前最有希望打爆我们的组合应该是消音管那一队哦。每次跳跃加速，哦，这个可以让我们更好拉扯，哎，然后回血不用，生命值伤害降低，那当然是这个啦。打谁？哦，这一组哦，先打那个 Poly Two 啊，那个蓝色的蛋小蓝先扁，有点痛哦。但小蓝先扁 ，OK OK， 死了死了死了，直接回头，自信回头，哎，他怎么没死？没关系没关系，先把小粉干掉，哎，再发过去 ，nice， 是不是应该要用一点生命啦？可是这个没用啊，这个我们是要稍微的弹那么一丢丢啊，不然等下会被秒杀哎，还是我们要极致拉扯，直接伤害到最大化，要弹一丢丢还是伤害最大化？喊一丢丢好了啦，有一点怕。nice nice， 小黑死了，小黑死了，好像可以伤害最大化，因为他根本摸不到我。Nope。OK， 他直接放弃了是这样，直接单着给我一道死，不受伤害一处提升哎，但是我们很容易被摸到，算了。剩下那一组是小蓝跟那个小黄，都没什么用哎。好啦好啦，不受伤害，极致的啊，不对，我应该骰的，我说好要骰。
哦，幸好没有被小蓝喷到。哦，完了完了，被碰到了，好处要降低了。好，先打小蓝，先打小蓝，不要管他队友。打小蓝，打小蓝，小蓝小蓝，给他死，给小蓝死。nice nice nice， 把他抓起来摔，抓起来扁，抓起来扁就对了。哎呀，梦仙一发爆炸弓 ，OK， 然后剩这个消音管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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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我们是要赢的，哈哈，哦，完了，小粉堆肉起来，秒不掉的存在，不用啊，一点点肉就好，能确保不要被秒杀就好。冷却缩减其实还好，充数吧。那个魔鬼蛋其实冲刺的路上就可以直接抓人起来摔了，欸，所以那个冲过去是过肩摔是必中的啊，几乎必中的啊。哎，欸，他们想要拉扯爆的大招拉到 CD 美，欸，不行不行，他们在玩拉扯，哎，欸，赶快赶快，我们先把小蓝解决，他一有就喷我，一有就喷我啊！你现在是怎样啊？哈，你是喷爽迷，喷爽迷，喷喷喷喷喷喷，小黄要死了，好，不然就送小黄下去。等一下，我要死了！一滴一滴交给你了，把梦先收掉。过肩摔还是大绝，一个拳头把它敲爆，结束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哦，直接一个铁拳。哦，结束了。我们刚开播就吃一把嘛，这一局我们要玩。哎，小黄，如果玩全攻击，然后玩这个会不会很强？用那个波去打人会不会很强？怎么办？要玩谁？哎，欸，啊啊！小他玩小粉哎，玩小黄哦。但我其实没玩过小黄哎，全部就只有小黄没玩过。跳跃加速，战斗开始，获得隐身。好，我们玩玩看攻击流小黄啊，不管，我们开启会隐身嘛，我们隐身过去，然后就给他一个。哎呀，我眼睛业障重啊！我哎呀，被摔了！哎，为什么会打那边？跑跑跑跑，他现在好像很强哎，他在着火，他好像很强。好，他现在应该很烂，我不知道 JK 没有什么招哎。一个剑气，好，没关系，去帮队友，去帮队友。队友是小粉，顶级拉扯。再一个剑气，再转一下，继续跑，继续跑，继续跑。你都别想摸我，我也不摸你。好，我就等小粉来收拾你。你就继续跑啊。我这边一个剑气没斩到，这边哎吃个补包。这边一个旋风斩，混。攻击攻速暴击，但是也不能太那个，也不能太软。这局有小蓝吗？这局没有小蓝欸，那我们这个反弹马甲给他选起来，你要哪一个强一点？旋风斩好了，旋风斩比较无脑。嗯，啊，哦，他是可以装刀的欸，好玩，但是我没了啦。嗯，我斩，我走了，走了走了走走，拉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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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去转一下，拉扯拉扯拉扯啊！道具好像快刷了，完了完了！哇，小丑小丑啊！啊，怎么没了啦？随机标记一个，受到伤害提高，第一次伤害提高，不用不用，那就标记吧。他标记谁，我打谁，就这样。这滚动怎么那么难用啊？什么垃圾技能？吃我一剑，吃我一剑，不不不不不，带个剑气，突突突突，撞烂撞烂，带个旋风斩，喂 ，nice， 嘿嘿嘿，暴击哟，不用这么硬吧？对自身近处的敌人造成伤害。欸，就把我们把物房堆起来好了啦，全部都物攻欸，就把我们把物房堆起来好了。而且那个燃烧的对我来讲蛮有用的，小黄就是要黏着敌人扁嘛。扭一下，
到一个剑气，旋风斩，哇，我打不赢他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小粉太强了吧！至少打死一个 JK 妹，我的不报，我的不报，我一个剑气，一个旋风斩，小粉太扯了吧，要不要脑袋啊那个东西。释放绝招后暴击提高60，没什么屁用，伙伴被击败我伤害会提高、哦、这样才有机会一打二嘛，对不对？但我们修瓜在，我们还是尽量保他好了。撞墙哦，哦，那招可以把人家推去撞墙是吧？白鬼很软呢，直接冲上来就你会撞，我还可以边撞边旋风斩，啊！这一刀，来，我来救你了！我一个剑气，再一个旋风斩，拉扯拉扯拉扯，先抢中间那个，管他是什么，跳一下跳一下，哇！他一个大招 ，nice！ 冷却缩减，物理防御，这把锁好敌物防。我一个旋风斩。哎呀，被控了！哎呀，啊啊 啊！他怎么先扁我啊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保护他，保护他。快点，JK妹要死了！我旋风团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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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把他们打去旁边。我一个剑气，呼！隐身隐身隐身，旋风团，哎呦，没斩到，没事没事没事。那个剑气就随便偏啊！哎、欸，要救他，要救他，救他！我来救你了！啊！滚！给我滚！滚！滚！不行！嘿嘿嘿嘿嘿嘿！有没有顶级配合？我剑气好像一直空哎、欸，还好我没有完全输出，不然我剑气一直空。哎呦，我超硬哎、欸！你有没有伤害啊？而且我还要回血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丢光怎么选的？那个会烫人的那个啊！我留在你附近保护你好了。你好薄、哦，你的输出应该很高。不，就先打你，阿叶就先打你，旋风斩，剑气，剑，旋风斩，滚，这剑气，滚。可恶，你在跑啊？你看我多硬。我很硬，很再滚起来，超级无脑，每秒回血，哇，我死不了啦，这好哎、欸，可是右边这个加冷却跟物防哎、欸、也不错，怎么办？我们来个回血流，我感觉我死不了嘞、欸，我是不是有点无底啦？目标是谁？很明确了。我吐，再旋转，再一个剑气，再一个吐，等一下，不是为什么这鬼尾这么硬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走开啦！你怎么那么硬啊？你屁啦！你为什么可以比我硬啊？走开啊！剑气，旋风斩，哇！我们现在换个打法，我要保修瓜，没有修瓜我打不赢鬼尾。你休想摸到秋瓜、完了，秋瓜顶不住了，秋瓜啊，我先把秋瓜打死。秋瓜你被放到你可以旋风斩，再一个顶，哇，你把鬼尾打残了，交给我。屁啦，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，我旋风斩，我剑气撞撞撞，我会回血，你会吗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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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剑气可以穿墙，你会吗？你有种怪啊，你有本事怪啊，你有本事，可恶，我斩我，碎啦，还好我有那个盾，哎、欸、赢了，哈哈，碎碎碎，可以可以。
对，输出全靠吼，你们搞错这游戏的精髓了，输出全靠吼。刚刚小黄跟小本都玩过嘛，都夺冠。队友写魔鬼蛋，那你要保护我哦，我小蓝就不空了哦。认真讲，交给我来输出啦。物假穿透是什么啊？跟物理穿透有什么差别？变大或变小，生命错一次啊，都好烂哦，我只能选这个啦。物假穿透是穿它的防御，还是就是物理穿透？物理穿透对我来说没用哎，我等于只拿到一个法穿。我喷，我一哎，我怎么没引爆到啦？我喷，他声音低了。我吸，普攻普攻普攻，我一个喷，哎呀，没中没中，再拉扯一下，再拉扯，我要死了，小粉射到我会死，完了，你也要死了，完了，游戏结束了。哎，不然我们至少带走一个鬼尾，鬼尾去死。OK OK， 好啊，你自己打这个满血的小粉啊，你加油。不行啊，小粉前从前期就很强了，从前期开始强，法术攻击冷却缩减生命一百，不错，这就是我的专武。喷，呼呼呼呼，这个伤害，这个嘘嘘，呜，引爆。另外一个人呢？怎么取消技能啊？完了，怎么取消技能？我可不可以取消啊？好了，算了算了，来吧来吧，你一个过肩摔，我一个大招，去吧去吧，你滑过去，滑的路上就可以摔了，你只要一直点你的第二招。吸住，再一个，我要喷的歪。没事没事，他在范围内 ，nice。第一次伤害提高80，感觉不错。第一下会提高80趴，哎，那我第一下毁天灭地，哎。我靠，这接喷到我是怎样？嘣，好像没有很痛。哇，直接抓到，哎，安静。哇，你怎么把他推出去了？救命！哇，我们顶级配合，哎，再摔。没事没事 ，OK OK， 你跟 JK 妹单挑，还有机会。JK 妹好像是一直 A 的，一直 A 的那一种，你就不要跟他撸到底，应该有机会。你用技能慢慢跟他拉扯，有技能再打。抓起来，摔，嘣，顶墙 ，OK OK， 等一下波技能。哇、哦，一套可以打半血，不错。抓起来，摔，再一个大拳，嘣，再一拳，哦。玩得好哎、欸，这把感觉要夺冠了。你会敲一拳哎、欸，我应该等你敲完那拳，我再大招还是不晓得。没事，我的第一下绝对哦，煎蛋仔很脆、欸，看能不能两个都喷到。哎，没中。吸回来，哇，怎么是把你吸回来？我们顶级丑陋配合，我不，哎、欸，没中没中，继续拉扯，继续拉扯，哎呀，小心小粉啊，不然先 build 小粉好了。嘣，305，哇，我死了，没有办法，煎蛋仔吸回去，哇。哇、哦！等一下，你怎么那么痛啊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再一下，再一下，再摸一下，再摸一下！哇！哇！老鼠有点猛啊！三回合后造成的伤害提高30%，变成伤害提高5%，受到伤害啊也要提高哦。那还是三回合后变强好了，我们应该活得到三回合后吧？那个营地炸弹我就不带了啦，我真的觉得我那个技能丢不到了，而且才提高50%，好像也没什么屁用。我们主打一个玩二技，嘣，290，等下一个雷射，吸住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我就会躲掉。哎呀，可恶的小蓝，嘣，呀，好痛，交给你了，交给你了，交给你了，我等下一个，我等下一个，他死了，他已经死了，嘣。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打右边，你打左边，限制走位，他就打不到我们，完美。生命值加100，灼烧，这个卡赫吧。这个的话呢，先处理小粉。OK。整个
技能，那个小粉的标记键让老鼠去扛。预判，嘣 ！OK OK， 185可以。那个你自己处理啦、啊，我处理，我处理，嘣！限制走位，吸一口，嘣！我显得超没用哎、欸，老鼠你好强啊，普攻。哦，有了有了，哇，距离增加一倍，呼呼呼呼呼呼，这样喷到小粉吗？哦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等一下瞄准粉红色的喷，小果儿，啊，小果儿，安静，把我往后吸。吸进我的范围内，小瓜小瓜死了齁，救命啊救命啊，砰，打这个就有点痒了，慢慢喷啊、哦、你就都不进账，我就慢慢喷，砰，嘿嘿嘿，来你一开抓我就那个跟大绝，完了，我怎么把他吸过来了？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啊！我这个完犊啊！啊！要死了！剑气呜，躲掉！不，大招！嗯，我们还是远程输出吧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要放一下，这个要放一下，拿来保命。嘣、嗯！对啦，哎，不错不错，顶级小蓝，这个我老做，我觉得没有用哎、欸，我们换一个。哇！好，冷却收钱就是这个。哎、欸，可是我冷却已经不知道多高了、欸。哎，冷却怎么看多高啊？最高60%，对不对？哦，有有有，应该还没到60%。这样子，我们直接开喷煎蛋仔，嘣！哈哈，呜，煎蛋仔，嘣！哈哈，战牛，啊！哈 ，OK OK， 呜。哇，没事没事，空一发而已。打这边，安静一点。我一吸，嘣！哈哈哈！顶级小蓝怎么输啊？哇！小瓜，嘣！哈哈哈！哦，可以挂机了，你们可以挂机了。哎呀，小瓜不想玩了。这个射程哎、欸，还是有距离限制的哦，还是我射歪了？没有，我射歪了。我测试一下射程多远啊？这样子射得到吗？哦，还是有距离限制的嘛，增加一倍也不过如此。直接不玩了是怎样？哎、欸，嘿嘿，好了好了，赶快把它解决吧。该游戏结束了，咚！头脑风暴直接扔墙壁，这边一个引力弹吸进去，哇，没中没差，我们主要玩这招啦，有这招就好了。哦，两秒一个雷射，哎，还超远距离，超痛哎！小蓝也太扯了吧，感觉小蓝要多载那个载成我刚刚选的那一些，有够猛的啊，根本不用脑袋，对面的输出根本就不用玩。